家好，我是社交大湾区的 Kiki。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仔都很想入手一套横琴的物业的，但是无奈横琴的价格幅度已经是偏高了，但是不要紧，今天就带大家来到一个只需要用二分一价钱就可以买到横琴房的项目，就是这个中国跌建梧桐苑了。红湾片区这里随着这个横琴一体化的政策，所以这边是属于这个横琴的行政管理的，整个横琴的配套是同样都可以享受的。好，事不宜迟，即刻要去了解一下先。嗱，依家咧我處於呢個梧桐苑嘅售樓部現場啦，咁企喺我隔離咧就係思婷 ，hello 思婷，咁跟住咧就由思婷啦同我哋介紹成個項目嘅，咁麻煩曬你啦。好，我哋依家去啊。思婷啊，喺介紹呢個樓盤之前啦，咁啊先同我哋嘅朋友仔咧介紹下我哋呢個發展商嘅一個背景先啦。好嘅，我哋梧桐苑項目嘅發展商咧就係我哋中國鐵建。中國鐵建嘅話，佢係我哋中國建築業嘅領軍者，並且嘅話佢係一個雙百強央企。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咧，佢前身咧係我哋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嚟嘅，佢係有中國鐵道建築有限公司獨家發起設立嘅，並且咧中國鐵建咧係中國乃至全球最具勢力、最具規模嘅特大型綜合建設集團之一，主要承建國內以至國外嘅一啲基建工程啦。係啦，就好似我哋港珠澳大橋都有份。係啦，並且嘅話公司業務咧就包括工程承包啊、房地產啊、設計諮詢啊，而且投資服務等等。經營範圍咧遍及全國34個省自治區，而且包括係全球130個國家嘅。思婷啊，咁啊繼續講翻你啱先咧，係咪想講我哋珠海主要嘅一個佈局咧？係，我哋中國鐵建咧目前喺珠海話已經佈局有6個項目嘅。首先喺橫琴嘅話，我哋係中國鐵建大廈以及有一個鐵建廣場。如果喺西區咧，我哋有一個國際城啊、未來城啊、滬深公館，以及我哋本項目咧就喺正中心嘅中國鐵建梧桐苑啦。中國鐵建目前喺珠海就佈局咗呢6個項目，未來嘅話仲會推出更多個項目。而我哋珠海咧主要係有3個部分所組成嘅，首先係我哋嘅香洲區啦。香洲區嘅話，佢係我哋珠海嘅一個主要城區，老城區係佢經過40幾年嘅發展啦，整體設施配套已經比較完善，交通都好方便嘅。係啦，係目前嘅話，香洲區嘅房價均價咧係35,000-40,000之間。而我哋橫琴咧，橫琴新區嘅話，佢係我哋珠海一個房價最貴嘅地方。佢珠海住宅嘅毛坯均價已經係去到55,000-60,000，因為佢係我哋國家嘅一個新嘅自治區，新嘅自貿區。自貿區係係係。咁我哋珠海嘅話，仲有一個部區咧，就係我哋西區啦。西區嘅話主要分為斗門區同埋金灣區嘅。斗門同金灣咧，因為佢哋嘅位置比較大，所以嘅發展嘅週期比較長。佢目前喺我哋珠海嘅房價均價係到25,000左右嘅啫。係。咁思婷，我想問翻啦，咁關於我哋呢個項目嘅交通嘅情況，具體一個路網係點樣嘅咧？交通情況嘅話，我哋項目咧係位於成個珠海嘅正中心位置，並且嘅話佢係香洲區。我哋北面嘅話係我哋嘅珠海大道嚟嘅。珠海大道我哋知道佢係連接珠海東西兩個城區嘅主幹道，係並且同我哋項目出發往北嘅話，係開車10分鐘可以到達我哋香洲華發商都最大嘅一個購物中心。往西嘅話咧，就係去西區一個滬深路口嗰邊，然後往南嘅話，項目往南係行橫琴二橋，係10分鐘開車只可以到達我哋嘅橫琴新區啦。而東嘅話就係我哋行嘉林山隧道，1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嘅拱北口岸。拱北口岸嘅話，嗰邊有個珠海站，直接去坐城軌嘅話，可以去到廣州啊嗰啲珠三角地方嘅。往西嘅話咧，就係我哋出年已經開通咗一個紅河大橋，係。其實我啱先係從呢個紅河大橋過嚟嘅，係嘛？咁我哋喺呢度項目出發咧，行紅河大橋，我哋25到30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珠海機場嘅。係交通咧，我哋成個項目咧就可以話係喺四通八達嘅，喺成個珠海嘅正中心位置。OK， 明白曬。咁跟住落嚟啦，咁啊，不如同我哋朋友仔介紹下我哋周邊一個配套嘅情況咧，學區嘅配套方面啦，咁啊有啲咩嘅特別咧？我哋呢度學區嘅話係非常之打造嘅係一個優質嘅高密度教育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呢個成個配套係配咗20間公立學校，好似好有派頭咁。係啊，我哋包括咧幼兒園有9間啦，小學6間，然後初中係3間，高中2間，所以呢邊咧就完全係一套式打造嘅高密度教育啦。哇，好似學府排頭喎呢啲叫，而且都係公立學校咯，好，繼續講翻我哋醫療方面咧，醫療方面又唔知點樣咧？醫療方面嘅話，距離我哋項目直線距離1.2千米咧，有一個係珠海市第三人民醫院嘅，就喺呢個位置，佢係都係慢性病防治中心啦。然後再近少少啊，1.5千米嘅話，有一個市婦幼保健院，即係婦女同埋兒童醫院啦。再遠啲，有一個第三疾控中心啦，珠海市疾控中心呢度係有3間三甲醫院配套嘅，可以為你同家人嘅健康係可以保駕護航嘅。嗯，好。
好，明白曬啊！咁我哋呢個醫療方面同埋呢個教育方面嘅配套咧，阿思婷已經同我哋解釋得相當之詳盡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話，咁我哋周邊嘅一個商業咧、生活配套啦，咁因為我哋住喺呢度嘅話，起碼呢個柴米油鹽醬醋茶係少不免噶嘛，啱唔啱先？係啦，咁我哋落到嚟呢度嘅話，咁我哋周邊會唔會話好方便咁樣咧？真係好方便，因為我哋成個項目咧下邊就自己帶咗近萬平嘅，即係有8000多平方米嘅一個商業配套。即係我哋自己自身已經有一個商業配套啦。即係喺小區門口咧就可以買到，好似你講啊，柴米油鹽呢啲係唔使擔心嘅，之後就有新鮮超市啦，而且包括銀行啊嗰啲生活配套全部都會喺度。嗯，係啦，咁即係話基本上已經可以營就到一個自給自足嘅一個地步㗎啦。OK， 明白曬。嗱，咁我哋依家喺度在賣緊邊一度咧？因為我依家都有呢度都有成十幾棟喎，成個小區規模都係啦。咁我哋依家在賣邊一度咧？我哋依家目前在賣嘅係我哋嘅第14號樓。14號樓佢係一個兩梯四户嘅一個塔樓嘅設計，成高嘅話係31層嘅，總共嘅話係119套。户型嘅話有3種，第一種户型喺東邊嘅話咧，係我哋119嘅大嘅3房2廳兩個衞生間，佢係一個南北通透嘅一個大户型啦，就係大3房，並且佢啲户型都係好方正、好實用嘅。02嘅話，我哋02户型咧係我哋125嘅一個有一個6米7大環廳設計嘅一個4房，係佢係4房2廳2個衞生間嘅。然後03和04户型咧，佢係一個比較實用型嘅98平方，但兩户都係98，係兩户都係98，並且佢都係做到，雖然98，但佢都做到係3房2廳2個衞生間。嗯，即係比啱先我115砌翻少少咧，係一個縮細版。係。然後佢呢邊都係全南向咯，即係兩個房同個廳都係喺南向，通風採光會非常之好。嗯，咁即係話依家再賣嘅就係呢三個面積。係呢三個面積。咁依家有冇示範單位睇啊？示範單位可以，我哋去楊猛間睇參觀下啦。嗱，這個窗咧亦都可以推到很開啦，咁所以咧，成個感覺咧係好舒適嘅。